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2015的 Java Community Conference。那我是今年的总招。那今年刚好是Java 20周年，所以我们今天晚宴也有特别准备一些活动。那首先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今天用的所谓的像 Gitter， 然后 IRC 或者是这两个会连通，所以你可以挑一个上就好了。然后 HeyPay， 我们官方的资讯会放在 HeyPay 上，所以如果因为我等一下很多资讯会带过，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细节的话，请上 HeyPay 看。然后如果你要在Twitter 或是 Hashtag 那个 Twitter 或是 FB 发文章的话，请可以用我们的 Hashtag JCConf。那我跟各位稍微介绍，今年比较不一样的是，我们跟 Comi 有合作。所以大家看一下自己的备举后面应该都有一个 RFID。那这个东西你在参加，我们在每个议程的会议厅的入口都会摆一个 Raspberry Pi， 然后你可以感应，感应之后我们有一些设计一些备举。那这个备举可以在今天晚上，你得到的备举可以在今天晚上的宾果游戏，还有明天会后之后我们还会有个抽奖的活动，我们会以这个备举为准。就是你 check in 会得到的备举。那右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宾果晚宴的宾果游戏这样子。那我简单讲一下，就是如果是 R1 R2 的会议厅的话，靠近外侧的那个门口的话，Raspberry Pi 会摆在桌子上，里面进去里面的第一张桌子上。那如果是两侧的话，它会摆在外面的椅子上。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活动是短码比赛，所以网址在这边，然后。主持人是小安，他今天有一个快讲，会讲比较多有关这个比赛的规则。那如果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听那一场快讲。那不然我们也会在这个网址也会公布那个细节。那我们要感谢今年赞助商，就是Intelligent Idea 跟 Already Safari， 他们都有提供我们一些 license 可以来作为抽奖。那我们有五个个人版一年份的 Intelligent Idea 跟Already Safari 的那个电子的那个资料库的，这是一个月25个。那我们会在以下的这四个活动分配，所以欢迎大家踊跃参加。那跟去年一样，我们在三楼的走道上一样放了涂鸦墙。那欢迎大家去投票这样子。那其实如果是空的，如果你有想要投票你觉得有趣的问题想要骑上去也可以，你可以自己加一个。那关于今年的餐饮，我们每天有提供限量的咖啡奖的早餐。那中午的用餐区是在三楼R1 R2 两侧走道跟四楼的两侧走道。那下午茶会在三楼就是国际会议厅的两侧走道供应。那晚宴的话全部都在四楼，在四楼的前方那一块。那今年的晚宴我们准备了烤山猪，还有啤酒跟神秘 的东西这样子。那啤酒感谢金色山脉赞助。那关于晚宴的活动，今年的晚宴活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，一个是跟 Comi 合作的宾果游戏，然后另外一个是 Lightning Talk。 那 Lightning Talk 的话，请到三楼外走道上的涂鸦墙报名。那 BOF 的话，请上 HackPay 报名。关于今年的议程部分，大多数的议程，R0 的话，今年有感谢 Lifehouse 赞助，所以今年的 R0 议程除了几场因为讲者因素不能直播之外，其他的所有 R0 议程我们都会在 Lifehouse 上直播。那大多数的议程我们都有跟 Bookshow 合作，请 Bookshow 录影。所以如果真的某一场太热门已经塞爆了，我建议大家可以到别场，然后之后再从那个 Bookshow 的我们所有的录影都会放到 YouTube 上，所以之后你可以再上 YouTube 补看你没有看到的部分。然后有几场议程有稍微调整，我们会在外面的那个公布的议程表上会已经更新过了。那我这边稍微讲一下，就是今天的最后一堂本来只有两个议程，就是在各位报名投票之后，其实只有两个议程。那我们后来多新增了两个议程，一个是 Oracle 主讲的 HTTP2， 那另外一个是 IBM 的 BlueMix。然后今天早上跟下午有一个两个议程对调，就是 Woody 的 Cucumber 跟 Joy 的那个 Scrum 的议程对调。然后
今天还有一场 closure 的议程是本来是由论理主讲，那会调到明天去。那明天的Gradle 的议程会挪到今天本来 closure 的那个时段。那今天下午的 workshop 请大家要出示 KKTX 的票券。对，所以因为workshop 已经额满了，所以在 workshop 的那一厅的话，中午我们会清场，请大家先离开，把东西记得把东西带走。那比较重要的是这是我们今年的活动守则。那简单说就是请尊重所有的与会者。那详细的情况详细的守则可以在这个 COC 的 HTML 里面看到。那如果你有遇到觉得一些让你不舒服的行为或什么，请跟我们工作人员讲。那会场的注意事项有几个，一个是会场内不能饮食，所以请不要把食物跟饮料带进来。那但是如果你是有盖子的瓶装水是可以的。那请勿站位又不入座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会议议程开始了，然后位置上有人站位却没有人坐的话，基本上你就可以坐下去。哦，那还有一点就是第二天还是需要报到，所以请大家第二天还是。但第二天的报道会比较简单一点，请要只要刷我刚刚说的那个 call me 的那个 RFID 就可以了。啊，最后我要感谢今年的赞助商，黄金级的今年赞助有 KK Bus、微软、Soft Leader、IBM。那白银级的赞助今年有 Oracle、Cosmos Banking、Rockers、Sudo、Lifehouse Inc、10Max、Tutor ABC 跟 Safari。那青铜级的赞助今年有 MySQL、Intel Idea 跟 Wish 8。那特别感谢下面的赞助以下单位的帮忙，所以我们才今年的议程才能顺利的进行。那最后我要稍微打个广告，就是欢迎大家加入台湾教育社 Group， 这是我们的 FB， 然后 JWO 是一个我们的论坛。那最后这个是我们JCConf 的 FB， 那欢迎大家上去看，我们都会有最新的，JUG 有每一两个月有定期的活动，那有什么更新啊，或者都会放在上面。那最后还是要再谢谢大家，来参加今年的 Java Community Conference， 希望大家都能有充实的那个研讨会。那接下来要上台的是今年的黄金级赞助，微软，他会有一个5分钟的分享议程，谢谢大家。